这个 macrophage， 对，还是 macrophage，MACROPHAGE 啊、哦，这个是这个句式，前面是大的字根，大家会吧？对不对？哦、macro 啊、哦，小的是 micro， 大家会吗？啊，有些人要强调这两个音，一个就会念 macro，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。然后我之前老师是偏德文的发音啊，他那个 micro 会念那个 micro， 但是这样音听起来就会知道你在念什么了啊。不然有时候那个 micro 跟那个 macro 还蛮像的啊、哦。好。